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准时7点钟守候在咱们幼化教育国画的公开课直播间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美眉，欢迎星夜宫，欢迎贝尔羊，欢迎学霸之魂。大家晚上好，又有一周没有跟大家见面了。那今天咱们要画的呢？大家知道今天咱们要画什么吗？今天咱们要画百合花。首先呢，我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要用到的工具材料。今天要画的呢是写意，写意的百合。然后用到的工具材料呢，就是像大家现在屏幕上看到的。首先，颜料呢，用的是玛丽的管状颜料。是的，今天画百合花，这是颜料，也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国画颜料。笔呢，是咱们店铺自己的羊毫笔跟狼毫笔，狼毫笔呢稍微小一些，等会儿呢要勾金，叶子的勾金勾线会用到。所以狼毫笔准备一支小一点的，然后准备2支中等大小的羊毫笔。一般呢，羊毫笔呢是偏软，像这种羊毫笔，它的毛是偏软的，所以它一般适合呢大面积上色。上色的时候就用羊毫。一般勾金或者是勾线条、画线条的时候呢，线条的这种力度，要通过狼毫的这种毛的弹性去表达出来。如果用羊毫的话，它的力度表达就没有狼毫这么好。所以一般勾金或者是勾线的时候呢，咱们都用狼毫笔。大家可以记一下，这是一般咱们用到的工具材料，特殊的工具材料会用到不同的画面当中。啊，墨汁呢，用到的也是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，各个牌子的墨汁都可以，只要是墨汁都行。那今天用到的纸呢是生宣纸，生宣。欢迎霞，晚上好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画的这个花，看一下今天的主人翁，百合花，先了解一下百合花。咱们有同学家里养了百合吗？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百合花，然后看一看它的一个基本的造型，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用国画去怎么去表达它。欢迎土豆馅饼，晚上好。百合花呢，一般呢是6瓣，它的花瓣一般是6瓣。我们大家看一下，点一张图片进来。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呢？它有3瓣在前面，有3瓣在后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有3瓣。刚好是围成一个圆形，3瓣在前面，然后压着底部的3个花瓣，一共是6个花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一下，对，它还是一个外翻的，是不是？它的这种形状特别的夸张，往外翻的特别夸张。我们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它每一片叶子，哎，都是这样往外翻的，都是往外翻。这是它的一个特征。然后呢，它这个下面会比较长，它这个花瓣的托会比较的长。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，如果我们从侧面看的话，就能看得到比较长；如果是从正面看的话，就看不到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
它这个花的下半部分，这个花托这一块非常的长，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喇叭的形状？有点像牵牛花、喇叭花的这种形状。啊，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下它的一些颜色，看一看常见的有哪些颜色，是不是白色？然后呢，是这种粉色，还有黄色。一般常见的就是这三种颜色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叶子的一些规律，看一下叶子怎么画。哎，它这个叶子跟我们以往画的那些花卉的叶子不一样，它是从这个枝干直接这样一片一片往外生长的。而我们画其他植物的时候，有一些花瓣。有一些叶子啊，它是长下来之后，它是分三个，或者是五个，或者是巴掌形的，哎，有这种形状，一般是这种形状，而它这种不一样，它是直接从这个枝干上长出来。我们再多留意一下，多观察一下，包括它这个花苞，花苞呢是绿色的，偏绿色，偏白。欢迎闲暇小鱼，欢迎。风铃欢迎我心飞扬，欢迎尾号是1308，欢迎尾号7054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国画公开课课堂。不管我们平常或者是往后要画某一样物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先去了解它。不管是像这种花鸟，不管是家里种了或者是养了，如果没有种，没有养呢，那我们可以去植物园或者是动物园，然后或者是在网上看一看咱们的图片，或者是看一看咱们的视频，找一找，一定要先了解这个花，了解看它有什么特征。哎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花蕊，花蕊是不是特别长？然后这个花药。哎，这个花药的颜色，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用什么颜色去点？这前面的花药。有没有看出来的同学？看出来的同学可以打到咱们的弹幕上、公屏上。欢迎爱，欢迎咱们在幼化教育微信公众号的同学，是不是可以用胭脂去点？用胭脂，或者是赭石，或者是胭脂，或者是红棕色调出来这种红棕色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去画一下，看看具体是怎么画的。我们先来看一看红色、粉红色的怎么画。首先调一点曙红，用曙红加白。为什么是曙红呢？如果用大红的话，就感觉有点太粉了。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大家尝试一下，用大红，然后再用曙红，都试一试。然后我们可以调出这种颜色渐变的效果，比如说现在我按一笔按出来，它直接都是粉色。那么我们整个的笔上调上这样的粉红色之后，再用笔尖去蘸取一点白色，再用笔尖蘸白色。然后我们再按出来，是不是就有一种由淡变浓的这样的渐变色？我们在画国画当中会经常用到这种渐变的颜色，就是笔上含着两种颜色，或者是一种颜色，它的逐渐的变化。
这是我们国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法。然后怎么调呢？比如说想要调笔根这一块的颜色，就先调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。你想要这个笔根颜色深一些，那你就先调深色。总之呢，这个笔根这一块这个位置，它的颜色呢应该是先调好，先蘸满整个笔，然后再用笔尖去蘸取需要渐变的颜色，那么它们中间就会形成一个自然的渐变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先整个笔上蘸淡粉色，然后笔尖去蘸白色。好，咱们画的时候怎么画呢？我们看一下图，看一下，也是再过一下，看一下它的一个特征。是呈这种喇叭的形状往外卷着的。它有一定的翻转变化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画一下，而且呢，它是我们用笔，而且是中间稍微的粗一点点，哎，画一个这样的弧度出来，然后笔尖呢，可以再这样带两笔都可以，画出一点点翻转都可以。注意用笔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揉擦的一个动作。来，我们重新再调一下。整个笔上蘸粉色，然后笔尖蘸白色。大家都有工具材料吗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画一下这边的，由轻然后往重。哎，这个笔用笔啊，画出这样的弧度出来，弧形出来，都可以，不用太规则，包括这边。好，然后近处的怎么画呢？近处的它有一个透视。有一个什么透视呢？我们近处的这些花瓣是不是都窄一些？是不是都这样窄一些？然后旁边的呢会长一些，远处的呢也稍微的窄一些。啊，像这些远处的也稍微的窄一点点，然后远处的呢还可以来一点这样的翻转变化。哎，这边的翻转就看不见了。这里呢，它有一个透视关系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拿咱们的这朵花，拿一个花来举例子。这样，咱们现在看到的呢，是正面的这个花朵。是不是正面花朵？那它的每一瓣叶子呢，都画成是一样长，或者是差不多大小，它的包括长度啊、宽度啊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但随着我们角度的变化，因为每一朵花不可能是朝着我们的，它有可能，哎，是慢慢的这样侧向朝着我们的。那如果是这种时候呢，我们哪一个叶子应该画成最窄？那如果是这样侧面的花朵，那应该哪一边最窄？大家能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的话可以打到咱们的弹幕上。如果是这样侧着的，哎，是不是这个角度就变化了？刚开始是正向朝上我们的，那它们的每一个长度包括宽度都是差不多，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，当它侧着朝向我们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后面的就变窄了一些？后面这一块本来是这么长的，看一下，
好，再往后转的时候，是不是明显就变窄了？它的这个高度就变低了。好，这是后面的，然后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变化？是不是前面的也变窄了？前面就只有这么宽了。刚开始是多宽？哎，大家对比一下，刚开始有这么宽，是它的2倍。那当我们侧面朝向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变窄了？前面和后面都变窄了。侧面呢，看一下左右，左右有变化吗？左右它只是变窄了，它的长度没变，是不是？它这个宽度没有变，它整个的这个长没有变，只是说它的这个单片的花瓣变薄了。好，那我们掌握这个规律之后，就再画就知道了。那么它这边侧面的呢，那我们就可以画成，哎，画成这样长一点点，因为它侧面的它没有变，它变的只是说前面跟后面，前面的呢，对比大一些。好了。好，这就是前面的，那我们再来一点。好，包括后面的。后面的呢，还有一些翻转。后面的呢是由宽变窄，外面宽到里面变窄，然后前面的呢同样也是由宽变窄，是靠近里面宽一些，靠近外面窄一些。好，再来画一个侧面的。哎，这个侧面的呢，它的长度依旧是比较长，只是这边呢，它的是因为透视关系，所以看到它这个高度。就会变窄一点点，这个大家理解吧？理解的话敲一个一。这是一个透视关系，透视的变化。然后大家有发现这个用笔跟什么很像吗？在咱们之前的公开课当中。这样的用笔是不是跟鲸鱼的尾巴很像？在前面我们画鲸鱼的尾巴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扭扭扭，也是这样扭的？还记得吗？画鲸鱼尾巴的时候。是不是跟鲸鱼的尾巴挺像？用笔。所以大家用笔画这个百合的时候，用笔不要这样太直了，这样太直反而不好看。我们一定要揉起来，把笔像这样，哎，由窄变宽，好，然后再变窄，揉起来之后呢，可以带一点点，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些弧度出来，有这样的宽窄变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画，我们边画边往下讲解。有同学现在家里养了百合吗？或者是以前养过？好，整个笔呢蘸淡粉色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白。从里往外，从外往里都可以。我们可以从外，好，画一个弧度，然后往里。然后中间这一部分呢，可以按一下。还可以画一些它的一些翻转，都可以。啊，这边也是从外往里，或者是这样从里往外带。
好，画完这个花瓣之后，这是花瓣大致的一个形，用笔呢一定要扭一扭，只要它这种大致的形，大致的这种透视关系，比如说这是一个花圈，中间花心部分，好，然后旁边这一圈，有这样的透视关系，哎，这样的叶子从里面散发开，把这样的透视关系交代清楚，然后像画这种金鱼的尾巴一样，把笔这样揉着画。它就有那种软，那种柔软的质感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就用藤黄加花青，调一点绿色出来。咱们国画颜料的名字是不是特别好听？藤黄加花青，这花青呢就是这种蓝色，也就是咱们的黄加蓝。学过色彩基础知识的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黄加蓝是变成什么颜色？是不是变成这种淡绿色，变成绿色了？然后偏黄一些的呢，就是黄绿色；偏蓝一些就是深绿色、蓝绿色。工笔的颜料和写意的颜料一样的，颜色差不多，都一样，就是这一套颜料，就用这一套颜料就行。好，然后我们接着顺着这个中心处往下延伸，然后画一个筒子一样，画出一下它的这个托。画出它的花托来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画，画一下它的枝干。枝干呢，可以加一点点淡墨进去。加一点淡墨，然后我们接着画一下叶子，粉色怎么调？用曙红加白。画叶子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它叶子是一个什么形状，跟平常的叶子、平常植物的叶子不一样，它是比较的。比较的窄长，像这样，像画竹叶一样，只不过把这个相当于把这个竹叶啊弯了一下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同样也是来一点这样的大小变化。用笔呢也稍微的随意一些。好，画到这一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等干，就是等它干。等它干了之后呢，我们才能继续往下画，就是等它半干也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画一朵白色的。哎，如果我要画白色的百合花，该怎么画？写意用什么笔？洋毫、蓝毫都要。像我们刚才画的，全部都是用的洋毫笔。这个花托呢，可以画长一点，可以画短一点，都可以。然后花托到这个花中间可以留一些空白，留一些白出来，
有那种笔断意连的这种意味、意蕴在里面，不要都画满，画满反而不好看。好，如果我们要画白色的该怎么画？我们直接用淡抹勾，或者是淡抹加一点点红，或者加一点点胭脂也行，加一点点曙红也行。同样也是要勾出它的这种转折变化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先勾近处的，先勾离我们近的这种叶子。用笔呢也是稍微随意一点，不要太拘谨。好，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先勾近处的？大家有知道吗？写意最多颜色调几种？写意的颜色有很多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颜料，看一下我们用的这个颜色是不是特别多。这个是18色的，还有一些更多的颜色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调，通过3原色去调颜色。这个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基础课程当中会有讲到。那我们在公开课当中，这里就不再去反复的去说了。能混很多种，看怎么调。颜色混得越多，它的颜色呢就会显得越脏，就会越浑浊。来，这边可以来一点翻转。中间来一个金，它这个叶子呢就往后面转过去了，我们可以稍微带一带，也可以不带。没有限制，看大家想调出什么样的颜色来。如果想纯一点，或者是颜色亮度高一点，那颜色混合的就少一些。如果想要它灰一些，颜色，显得厚重一些，或者是没有那，不用那么显眼的话，那么呢就可以多调一点。好，它整个花瓣呢都是往里收，或者是由里面往外散。这种呢，一般就是白色的花，白色的花一般就是用淡墨去勾。如果画在咱们的纸上，哎，来，我们同样把它的这个花托画出来。画的时候随意一点点，不用那么拘谨。好，接着呢，就用淡墨加一点绿色。用淡墨加绿，画它的枝干，画它的茎。那这边呢，还可以多加一两根。然后用藤黄，这个花还没画完，接着画。用藤黄去稍微染一下，用藤黄或者是加一点点花青，带一点点绿，然后是偏藤黄的，染一下这个花心处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等会要衬托它的花蕊，为了衬托它的花蕊。
慢慢的到外面越来越淡，可以稍微往外带一带，由花心处往外带，啊，稍微染一染，然后把它的这个这一块，把它这个花托这一块也稍微的染一染，带一点黄绿染一下。啊，接着我们再用这种黄绿色这一块的这个黄绿，可以稍微染一下这一朵花。我们画黄色的时候一定得干净，因为黄色它的透明度啊非常的高，很容易脏，加一点点墨或者加一点其他颜色它就变脏了，所以我们的水分呢也要干净。用黄色的时候笔要干净，水要干净。这样这个黄色才显得出来，才透，要不然就容易脏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画一些花苞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同样去看一下，现在就是有白色的，有红色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花苞是怎么画。哎，花苞呢，一般是像这种绿色，或者是偏一点淡粉，就是跟叶子的颜色有点像，或者是白一点，比叶子要白，淡绿色。用几支笔画画？要看看颜色多不多。我一般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一般暖色用一支笔，冷色用一支笔。像红色呀、黄色这些就是偏暖的颜色，我会用一支笔，这是咱们的色彩基础知识了。然后冷色呢，像绿色、像蓝色，冷色呢我会用一支笔，这样的颜色就不会串。有时候颜色串了的话就不好看。冷色一支，暖色一支，然后墨色呢还可以准备一支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勾一下这个线，用淡墨勾一下。然后再用绿色加一点淡墨。哎，再可以用绿色染一下这个底部，稍微带一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用深一点的绿调一下，重新调一下，藤黄加花青，然后多加一点淡墨，画一下它的托。包括这里也可以再强调一下。那这边的花托如果觉得淡了呢，也可以这样强调一点点，再在这个根部，它这个立体感是不是就强了？含苞待放是吗？一个花骨朵，两朵开放的花，然后再看一下含苞待放。看一下含苞待放的花，这一种是吧？像我们现在上面看的这种，哎，就是这个敞口啊，微微的张开一点点，就是这种含苞待放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那么这里可以来，接下来这里再来一朵，在它这种缝隙当中可以再来一朵，含苞待放的，来一些遮挡关系。含苞待放的呢？它是前面顶端是有一些红色，然后下端呢是绿色，要注意。那用这种粉色的时候就用淡一点点，白色多一点点。
好，画完上面的时候呢，再可以多加一点清水，往下面带一带，再用淡绿色。再洗一下，把笔上的颜料洗一下，然后在它们两个中间可以来一点过渡，可以用小笔来一点这种金，来勾一下这样的金。好，然后再浓一点，把这个花托也画一下。画成这样还没有画完，还要用深一点的颜色再去提一下，因为这个花感觉是不是有点浅？这种含苞待放的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再用深一点的颜色，深一点的曙红，白加的少一点，然后干一点点，再提两笔。是不是就有这种渐变的效果？不要干，就趁它湿，这样按一笔下来，它就会自然晕散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一朵最开始画的这一朵花呢，就干的差不多了，已经有大概是五六分干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勾一勾里面的花瓣的一些茎。像咱们今天这节课用到的一些色彩知识啊，包括用笔的一些知识，都是很基础的一些系统班级里面的知识。这里呢，我就不再重复的去说，包括控水、控墨等等等等。我们就今天是直接开始画的，所以今天这节课呢，适合于有一点基础的同学来学，或者是来画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是零基础也没关系，可以先看一看，了解一下。好，这里加一点曙红之后呢，我们勾一勾这个花瓣的茎。勾花瓣的茎怎么勾呢？像这种正面朝向我们的，那它一般就是从中间来的。哎，从中间勾出来，顺着它花瓣的形。好，然后在旁边点一些点，靠近中心处呢就多点一些，然后往外散呢就点的少一些。啊，这一边大家看一下，往右后方走，往这一边走的话。那我这个勾茎的位置是还在中间呢，还是偏下，还是偏上？如果我现在要勾这边的这个花瓣的话，是中间，还是中偏下，还是中偏上？欢迎吉小丽，欢迎正儿八经当妈妈，欢迎风里雨里来，欢迎寻找童声，欢迎要不要关注？肯定是要关注的，偏上是吧？是吧？应该偏下一点点，应该稍微偏下一点。同样也是要顺着这个花瓣的这个形，靠近中心处呢粗一点，哎，远离呢我们就细一点，然后淡一点。这是一个透视问题。同样，今天也是在课堂上就暂时不说了，是一个透视问题。好，然后再往上呢，哎，它就更偏下一点点，或者有时候它没有了，隐藏在这个花瓣当中了，哎，有时候呢又露出来了，这就是一个遮挡变化了。
靠近花心的地方多一些，然后往外散就少一点。不但关注，还要爆版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接下来这一边呢，也是中间偏下一点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咱们是还有系统课程的。咱们今天大家在直播间呢，是我们幼化教育的公开课。系统课程呢，会从零基础开始，比如咱们前面讲的这种用色的这种技巧，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，是吧？然后它有对比色、有同类色、有互补色等等，这些颜色的方法和技巧，在那个系统班级里面都会跟大家详细的讲到位、介绍到位，然后会教大家怎么运用，包括不同的材料，你像狼毫、羊毫等等，适合于什么画、什么画用什么材料。到时候都会详细介绍，因为咱们公开课时间有限，咱们今天就不再说了，不再重复说。你是十七是吧？欢迎入坑，欢迎入幼化的学习坑。这个是生宣纸。是咱们店里的生宣纸，咱们的画材也是，每一个画材都是老师尝试了很多家，然后选的一个性价比高的。像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试勾线笔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种勾线笔，现在上面还没有刻字啊，没有印一些 logo，是厂家直接发过来试的。已经试了这是第四次了，就是他一发会发几支过来，然后每一批我们会要求他的要达到什么效果，让他怎么去修改，包括他的毛应该怎么去装，这都是有技巧的。有时候那个厂家会要根据画师啊，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学员啊这种情况去调整，而且每一批批次它的质量啊。都有时候都会有浮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控好质量这个关，主要是为了大家放心，不用再操画材的心，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这样的淘宝店，开了一个这样的网上的一个店子，卖画材的。之前呢是主要是针对咱们的 VIP，想着 VIP 就不用操心了嘛，你就只要在这里踏踏实实学习就行。画材也给你试好了，试了很多，然后后面大家越来越喜欢我们的画材了，所以我们的画材店呢也是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了，就是你想买都可以去买。是谁？要不要关注是谁？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支笔，同样也是要小号的这样狼毫笔勾线，用咱们这一支梦星盒，梦星盒这支笔非常棒，我平常写小楷啊勾线都是用它，强力推荐这支笔，非常的顺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调一点白色。然后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花青，让它偏绿一点点，有一个淡绿色，然后再加白。整个的这个现在调的这个颜色呢，比较的干。店铺名是幼化，整个是比较干的。来，我们再调一点黄，再调一点花青，调成淡绿，然后多调一点白。接下来画哪里呢？画它的这个花蕊。对，淘宝，然后微店都有。微店的话，在咱们幼化教育的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咱们的店。淘宝的话，搜幼化。
那只勾线笔今天是第四次了，这一次是没有问题了，整个的流畅度啊、舒适度啊、性价比都非常高。好，画这个蕊的时候，勾这个蕊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近一点点。勾蕊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要有一些参差错落，不能全部是一样长的，要有长有短。哎，可以来两根短一点的，然后它们这些蕊呢，也可以来一些相交，这些蕊之间，花蕊之间。有长短不一，这个花蕊。好，花蕊勾好了之后，所以这个刚刚的这个用一点淡绿色，用点淡绿色加一点点墨去染这个花心，现在就看出来它的好处了吧？那是不是勾蕊的时候就能凸显出来？如果是白色的话，那我用这个比较浅的颜色去勾的话就看不清。现在这里为什么看得清？因为它的底色是不是有点暗，然后所以它这个白色才看得清。要控制好力度，为什么大家画容易粗呢？这个，画这个勾线的时候，控制好力度，用这个笔尖尖去画，用笔尖尖去勾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用胭脂，用胭脂来画它的花药。然后是一个力度控制的问题，这个的话，咱们的 VIP 班级前面两节课学的那个兰花，就是控制力度，控制你提案的这种力度，然后前面也会单独的练习到，啊，然后点上去，这个花药呢，一般是什么形状呢？一般是偏长方形，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我再来放近一点点，再放大一点，给大家看得更清晰。好，中间这颗呢可以圆一点，然后旁边的呢可以点成这样的，哎，小的这样的长条形。用的颜色也要浓一点，稍浓一些，浓一些它才压得下去。也要有远有近，有一些呢，像这个大一点，它就离我们近一些，包括有它的各种变化，有一些是竖着的，有一些是横着的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就感觉这个花蕊是不是就有空间感了？你像我现在笔尖的这个是在后面，而这个笔尖的这个呢，现在这个呢就是在前面，这个呢又是在侧面，啊，这个又是在这个侧面的后面一些，有没有发现这种微微的空间变化？有的话敲一个一，所以点这个花药的时候啊，也要顺着它这个形去点，顺着它这个空间的变化，也是同样也是有讲究的。现在这个花药点出来之后，大家看一下。有没有感觉里面凹进去？有没有感觉这花药是一圈一圈的？这个花蕊是一圈一圈的，有这种大小，然后有这种前后关系，包括花中心也是凹进去了，顺着这种线条，刚刚勾的这个线条全部往里凹，这个就把它的这种体积感给塑造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。接下来再勾这朵白色的，
如果想要系统学习的话，可以找咱们的糖糖老师。现在糖糖老师已经把他的微信号已经打到咱们的弹幕上了，右画的拼音23或者右画的拼音32。不管是要资料也好，或者是咨询咱们的画材，或者是要咱们之前的一些公开课的回放，咱们公开课都是有回放的。但是呢，公开课的回放呢，会经过我们教职部门的审核，我们的所有的教学的内容都是这样的，我们所有教学内容都不是说随便发的。比如说今天我这节课，咱们今天上的这节课，如果老师觉得，或者是我自己觉得，哎，这个蕊可以用浅一点的颜色，如果我觉得这节课，哎，我有一些知识点可能要补充，或者是我感觉哪里没有教透，没有深入浅出的教会大家，那么呢，或者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包括视频啊，包括声音啊等等，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，那这节公开课可能就不会发，就不会对外发布，有可能就没有回放。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口碑的一个掌控，一个控制。因为如果什么都对外发的话，有时候如果是体验感不好的话，还不如不发。所以我们教这个公开课的时候一定得教会大家，大家一定得这个体验感得好，每一个知识点得讲透讲全，要不然的话我们教职部门的整个的审核会不通过。好，接着用胭脂，点一下，也是点一下这个花蕊花药，要点出这种大小变化来，有些地方大有些地方小，这样的就很容易形成这种空间感。这一块大家也能感受到空间感吗？能不能感受到这种空间感，这种前后呀，包括有一些伸到前面来了，有一些在后面，就是通过这种大小还有线条的这种弧度，有一些这种直接看着的它就短一些，就像刚刚咱们的透视一样，这边像我们是朝着的就短一些，同样的它的这个点就大一些，然后远处的呢它可能就往外面往那一边伸，我可能就把它画的长一些，但是呢可能画的小一些，整个的这种花空间感就要塑造出来。柳能你就能，要自己感受到啊，要自己感受到，不能说是说能就能了，要去体会一下，感受一下，看能不能。好，画到这儿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画啥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叶子勾一下金，然后再添加丰富一下整个画面，看有哪一些需要修改的。然后现在又到勾金的环节了，大家多去练习一下勾金的线条。花蕊是不是黑色？是胭脂，点的这些点的都是胭脂。花药那些比较重的部分点的是胭脂，胭脂它颜色比较偏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蘸一点淡墨。用淡墨来勾金。可以在废纸上试一试，试一试这个淡墨的浓度，它的颜色的深浅。是的，到了勾金的环节了。来，我们把水分吸掉一些。好，勾金这种线条也要练，一定要顺滑。这种勾金呢，可以是像这样勾一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是可以的。像这样，
然后呢，这是一种方式。然后还可以顺着这个叶子的形状呀，再给它勾一勾。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有勾出这种纹理来。这种勾金的话，找一个顺手的方向。可以顺滑一点，也可以用笔随意一点，都可以。这个呢就没有太多的讲究。好，当我们画到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考虑一下，整幅作品呢，其实主体物就已经大部分画完了，有这种白色的，是吧？还有白色的这种花苞，然后还有这种粉色的这种花苞，包括还有这种粉色的开放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画面，画面饱不饱满？比如说疏密的对比，疏密的对比强不强？对，有一种印泥的颜色也是胭脂色。那我们看一下疏密这一块，其实疏密这一幅对比呢还不够强，我们还可以加强一下疏密对比。我们可以再添加两片叶子，再加强一下疏密的关系。想每次每。每一次都会问到抽奖吗？不抽奖。比如说这一块，我们可以把它画的密集一些，稍微。然后包括这一块也画密集一点点。形成这种，这一块疏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一块密，这一块又密，这块是最密的，形成这种疏密关系。然后包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花苞，然后后面这个花苞呢就可以颜色淡一点点。加一些小叶子，哎，这样的画面呢就丰富了一些。是不是就层次就丰富了一些，画面的这种疏密对比就丰富了一些。这一块密不透风，这一块又疏一点，然后下面这块又稍微的密一些，它就是有几个层次。接下来等它烧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勾一下叶子的茎。这个叶子的茎呢，我们可以勾一根，可以勾一根，因为跟这个前面的叶子区分开，我们可以来一些前后的这样的对比。我们在画面当中就是要有多一点这种对比。多一点这种层次关系，就会更加的有趣味。好久没抽奖了，正式课的 VIP 正式课的回放，应该是可以投屏的，是在优酷和
和搜狐、优酷是可以投屏吧？可以投屏的话，优酷可以投屏的话就没问题。啊，可以投春之流说可以投春之流也是咱们的 VIP 的学员，这是百合，萱草的话也是差不多这种画法，这个现在也可以投是吗？对，应该好像是也可以的。镜头稍微往右一点点啊，颜色应该看得到吧？刚刚我调颜色的时候，我今天特意把这个颜色放进来的一些。有，暂时没有线下店。咱们的于建波同学，我们优化是线上教育，暂时还没有。啊，你也是在长沙是吧？对，我们是在长沙，然后是线上教育，直接是用这种直播和录播的这种形式跟大家交流的。咱们今天呢，现在是直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可以画一些，比如说这个画面画完之后，哎，是不是感觉这边就有一点空？是不是有一点空？那么这边呢，我们可以首先是可以提款，就是把提款提在这儿，然后前印，或者是这边再画一些小昆虫，是不是就更完美了？画一些小昆虫。对，长沙这两天下雪了，长沙是下了好多雪，今年。就是这个冬天下了好几场雪了，我估计把最近这几年的雪都给下了吧 有小孩子的基础课程吗？小朋友的话，我建议是，3年级之后就可以学，就可以学咱们的课程，因为3年级已经9岁了，9岁多。就已经这个接受能力已经也比较强了，然后呢，专注力也可以集中了，理解能力也比较强。3年级往上就都可以学。我们的学员的年龄层次是非常广的，有小朋友，然后到好像有80来岁的吧，也有80来岁的学员，然后国内国外的都有。现在国外的学员变多了，国外的同学变多了，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时差，大家可以想不想看一下咱们班级里面的同学的作业？就正是这一期的，正是这一期的，咱们正在学的国画，现在是第9期正在上课，招生的话现在是在招第10期的生。然后第8期呢，就是刚上一周，上一周举行的是第8期的毕业典礼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，也是在咱们的这个直播平台。然后现在正在上课的呢是第9期，然后招生的呢是第10期，因为我们会提前，招生。为什么会提前招生呢？因为如果是你来了就开始学习的话，那么大家的，这种水平呀，或者是这种理解程度啊，都不一样。有可能我今天来，有可能我已经学了很久了，所以没办法去进行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教学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开一个班统一的教学呢？因为人一多，大家就会相互之间交流，大家相互之间交流了之后呢，就会相互鼓励，然后大家相互的看一看各自的一些作品。然后学习一下不同人的一些经验，这是对大家学习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感谢春之流的口号。年龄跨度是非常大的，有书法班，有书法班。我们有3年级的学员。4年级的话就没问题了，这是咱们的一夫同学的，画的是一个花鸟的长卷。再往前，这个是墨谷的一些画，然后呢还有一个虫草，就是会教到一些昆虫。这是牡丹、鱼类，
有小金鱼、大鱼，然后还有花卉等等，我们可以翻一下的，看一下大家的相册。这个李同学呢，李同学呢，也是好像是国外的吧，是插班的，是最近才入学。现在呢就是不能插班了，比如说你现在报的话就是不能报了，就是你只能报十期。那是之前插班的，因为现在已经学了，将近一半了，就是前面的花鸟都已经学完了，像这些花鸟，咱们都已经学完了，现在是马上就要进入山水的练习了。对，这个是刚学了一个多月，你看跟大家一样，是从零基础开始的，从前面是需要练什么呀？那这一些都是零基础，前面呢练这种笔法。练各种颜色，你看这两张完全不同，这是学之前的，学之前画的。哎，这是学，是我看看，学前班，这是学之前的。然后学完第一节课竹子之后，大家对比一下，看看对比大不大。这是练习，这是第10个作业，就是咱们每一个会有很多作业，然后大家呢尽量是标记一下序号，会让大家这样就不会漏作业。看这些线条，这个是梅花，梅花的单独练习，练线也非常棒。大家看一下勾线勾的，是不是非常的？包括这种透视关系也讲究到了，然后这种粗细关系也有，花瓣呢细一些，然后勾线条特别的顺滑，不知道大家有能不能感受出来？尤其像看这一朵花，这朵花非常漂亮，这几朵花。有没有中间的线条是断开的，有这种笔断意连的感觉，能感受到吗？中间，哎，看这一块断开了，这块也断开了，然后你又整体的能感觉到这个花瓣。有时候我们欣赏也要就是学一学，看怎么去看一幅画，怎么去欣赏一幅画。我们只有眼界提高了，会欣赏了之后，然后我们的手才会提高。我们的技法才能提高，一定是眼界提升，技法才能提升。如果你的眼界没有提升的话，那你的技法肯定是提升不了，顶多是熟练一些。对，形散神聚，这个是小昆虫。昆虫呢，这个是这一期加的内容，之前没有加昆虫。我们的课程也是不断的完善，通过每一期跟学员跟大家一起去交流，看一看哪一些课程。有一些添加或者是一些删减，然后包括教学的方式、教学的模式，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学得又好又快。哎，像这个牡丹，我看一下这个是谁的作业，这个是林子的。按这个牡丹画的非常的通透，那它的用水用墨，是不是显得很嫩？而且画法呢非常的自然。用笔很自然，形散神聚，风里雨里来，说的非常准。啊，这个颜色非常漂亮，很通透。那我们看一下他之前的练习，看一下这种金的练习，练了好多次。因为金它一直有一个问题，所以一定要解决、克服这个问题，一直在跟他指导。像前面这个金，前面这个金有什么问题？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是不够顺滑，然后它的尖端呢，顿笔顿得太大了。然后一般呢是上面的金，比如说这根主金伸出来之后。一般是，哎，靠近这个主茎的这个茎呢会长一些，然后到尖端的时候呢会短一些，哎，这些小细节没有掌握，有时候看看一个人，看他的国画，看他的国画有没有专业学过，就是看这些细节。好，到后面再练，哎，这个就稍微好一些了。这个呢，他知道，哎，靠近主干的就长一些，远离主干的呢就近一些，然后呢也有了粗细的变化，然后就越来越好。慢慢的就越来越练越熟练，这个是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问题。牡丹画的非常棒，
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点对点的针对性的去解决。有时候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坐姿、你的用力的方式，包括你各种周围的这种东西的影响。十七也会讲，对，十七也有昆虫，这节课也会有草虫，这个是稻草人的作业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是现在是上一节课是长卷，花卉的长卷，就是很多花卉在一起放到一个长卷当中，还包括教大家怎么去接纸。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这是两张纸拼凑的。那中间这一个部分能看得到吗？这个痕迹这一块呢，就是两张纸粘合在一起，也会教大家像类似这种手工课一样，会教大家一些小技巧。当然这种方式呢，会在修补或者是文物的一些修补当中用的比较多。这个是墨骨的一些画法，然后虫草的这节课也是练了非常多，各种虫草都有。然后金鱼，但金鱼用笔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放，这个尾巴很漂亮。包括鸟前面的荷花，这是学习了一个多月，一半，现在是学了一半的课程，将近一半，刚好学完一半。来看一下大家的翻一翻，给大家翻一翻大家的作业。每一天都会给大家指导，除了节假日休息之外，会这种打在这个图片上呀，或者是文字指导呀，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视频呀，或者是一些语音啊等等，就是看怎么能帮大家解决问题，从这一块出发去进行各种指导，不单单只是说文字指导，有很多是上一节课是吧，一节作业指导课。那其实这样的课的话就没有办法解决到你具体的问题，因为每个人的问题真的都不一样。这个是墨骨，这是我看一下这是谁的，这是诗书画印的，诗书画印在课堂吗？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墨骨的一些技法，当然现在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然后我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了。这个萝卜也是非常的自然。因为现在是前期的课程，所以作品呢还不多，到时候后面的话作品多的话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。我们可以看一看八期的，要看一下八期的吗？我们稍微过一下八期同学的一些作品。八期呢就已经是学完了，就有毕业作品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毕业作品。这个是画心的毕业作品。你看是不是学完了整个课程之后就感觉完全不同，整个画面的这种完整度和他对画面的这种掌控，这种浓淡啊，包括面积之间的掌控就非常不一样，跟前面的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累积的。这也是一个毕业作品，快乐羊的。然后快乐羊还画了很多这种有趣的、趣味性比较强的。最近教了这种做创作式的，这种也很漂亮，这种布局很有意境，很有感觉，就是会包括大面积的留白去衬托这个画面，这构图很有趣味啊，很大胆。这种构图像这个梅花的构图，然后也给大家稍微过一过。
是的，形散神聚。来看一下大家的作品。其实有时候在国画当中啊，讲究的是一种意境，就是学国画，你不单单只是说画画，你可能诗书画韵都得了解，你可能得看一看历史书啊，或者是看一看诗词呀，欣赏一下其他的一些门类的艺术呀，然后把自己的对生活的这种。感悟啊，或者是生活当中学到的一些东西啊，包括一些心态呀，运用到这种画画当中，它就能体现这种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如果心情比较的急，或者是比较浮躁的话，你画出来的画也能感受得到。你画的画就会糙一些，就有一些东西细节部位就没有讲究的那么到位。好的，这是咱们。随意挑了一些同学的，那我们接着来，接着回到咱们的课堂。这是学完了，还有就是正在学习的九七的这一期同学的作品。是系统学习呢，就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时间，而且呢，非专业，非常专业，比自己摸索要好很多。自己摸索的话，有时候问题都不对，你自己会遇到很多问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越画越烦躁。就这个问题老是解决不了，你是一直在重复错误，一直在重复错误，没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式，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点。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解决问题，包括不管我们学什么，发现问题重要，解决问题也重要，两个都重要。而且呢，首先我们得会发现问题，把这个审美提高。那我们再加一些草虫吧，好不好？再加一个昆虫，加一个昆虫，看加到哪里。来，大家帮我想一想，加一个昆虫加到哪里呢？加到这个叶子当中呢，还是说加到这个空白处呢？还是加到哪一个位置？然后加一个什么昆虫？大家想看什么虫？想看什么虫？想看我画什么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优化教育的公开课的直播间。现在呢是国画教程，咱们优化呢同样也有非常多的科目，有彩铅，有水彩，有油画，有素描，然后有手绘。然后国画呢也有写意跟工笔，空白是吧？加到这空白这一块是吧？那空白这一块加一个什么呢？加一个蚂蚱。好的，我们搜一搜。我们还是这个习惯，不管是画什么，都要先去网上看一看。搜一搜，了解一下这个要画的东西，了解一下你要画的物体。蚂蚱是吧？有同学说蝴蝶、蜜蜂。画一个蜜蜂，蜜蜂画过吗？蜜蜂好像画过吧，在公开课当中。蝴蝶在公开课当中也画过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这些蝴蝶啊、蜜蜂啊这些课程的话，在之前的公开课当中有画过，可以找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，加一下他的微信，右画的拼音32，或者是右画的拼音23，加一下老师，要一下之前的公开课的回放，当中有蝴蝶，有蜜蜂。那今天咱们就画个蚂蚱吧。就画一些不同的，是不是品类多一些，不同的就好玩一些。蜜蜂也可以画在
花附近，是的。我们看一看画什么？蚂蚱，蚂蚱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它，看怎么画。草虫呢，像这种草虫一般是有几条腿？大家数一下，一般是6条腿，是吧？后面这个呢是它起跳的，前面还有2条，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有3条，一般是6条腿，所以要留意一下。然后看一看它这个形，我们画一个什么样子呢？画一个绿色的吧，画这种好吧？好的。然后画的话，画在哪里呢？画在这个位置，画在一个叶子上，不画在这里吧？想一想，画在这吧，画在，然后落款落在这里。等会儿提款提在这儿，然后这边再画个蚂蚱，然后甚至可以上面可以画一些蜜蜂，先画着这里，平行一下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画在哪个位置。折一折这个纸，这个边就在这儿了，那画到这个位置。现在呢，拿一支小一点的笔。然后来一点绿色，绿色是什么颜色？藤黄加花青，然后呢，加一点点淡墨吧。这种动物的颜色都是比较的灰，就是颜色混合的比较多，大家有发现吗？啊，当然了，像那种蝴蝶除外，像蝴蝶这种比较艳丽的除外，像这种小昆虫的话，它一般颜色都比较的灰。跟花对比的话，它颜色的纯度会低很多，会暗很多，没有那么跳。好，加一点墨色之后，加一点墨色之后，一定不要着急，先在这个废纸上试一试这个颜色。哎，可以，一定要试一下。让我们再离近一点点。为什么要试一下？因为你如果一旦一上手的话，有些颜色不准的话，那完蛋了。一定旁边得准备一些废纸，包括这种水分的控制，也要用废纸来试。像这种水分的控制。画到这儿。怎么画呢？先画它的头，水分有点多。啊，再画它的这个身体。啊，头和身体交代一下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它的这个翅膀的形稍微带一带，再画一下它的腿。这个先画后面的腿，后面腿呢可以用这个绿色，那画到后面一点点。前面的腿呢，我们可以颜色用的淡一点，可以用赭石。等会儿。
后面这条腿粗一些、大一些，它要弹跳，要弹起来。好，那边呢，我们就不画了。接下来用点赭石，淡赭石，然后一定水分要稍微干一点，控制一下水分。在废纸上试一试。这是画它的翅膀，然后再用浓一点的，等它干一点点，我们可以稍微带一下。还可以再等干，先不着急。好，再用这个赭石可以画一下它前面两只脚。另外一边的呢，我们可以画，也可以不画，还是画一下吧，可以稍微画一下。但另外一边的呢，只要画，后面这条腿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后面部分可以用赭石勾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等它干，稍等一下，哎，等它干一下。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头上的这个须，也用赭石点出来，可以用赭石加一点淡墨都行。可以把头上这个须。点虚的这些细节呢，也可以注意一下。近处的呢重一点点，远处的呢稍微轻一点点。好，这样点出来之后呢，放大一下，不着急，还要等它干。那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提款前印，然后再完成细节。因为咱们不用等嘛，不用干等，因为是直播课，咱们不能把这个时间浪费了。我们现在要提款了。国画呢，每一幅画都会有提款，所以学国画的同学呢，也尽量是要练一下毛笔字，练一下书法。不管是专业学习也好，还是自己练习也好，一定要书要会。你如果不想学的话，或者是时间不够的话，你哪怕只练自己的名字，也要练。你就不练多了，就练自己的名字都行。所以字是少不了的。咱们上一期的同学有很多是报了这一期的书法班，把时间呢稍微错开了一下。这期的书法文呢也正在上课，现在是第四期了，下一期是第五期，下一期呢是教颜体，这一期教的是欧体。
然后我们一般是报一期可以学三期，就是等于是你现在正在学的这一期，还可以看上一期的回放，也可以跟着下一期一起学习，所以我们的字体呢也会微微有一些变动。如果都是同一种字体的话，那是不是上一期、下一期就没什么区别？好，那我们就提一个款。提一个自己的名字就可以。你像这儿的话，我可以提一个山羊。这个呢就是穷款。如果大家没有练习书法的话，或者是没有学习书法的话，一定得把自己的名字练好。落一个穷款就可以。我建议大家还是练一练毛笔字吧，练一练书法。练一练书法呢，对这个毛笔的掌控啊，对线条的掌控啊也有帮助，对国画同样也有帮助。毕竟国画是诗书画印几门相结合的艺术嘛，甚至还要结合自己的一些审美品味啊，自己的一些生活情趣啊。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，不单单是画。前印的时候呢，我们下面可以垫一些宣纸折一下，因为怕把这个纸给按透，给按破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再继续刚刚没有完成的这个昆虫，还要接着画。大家有练过书法或者是学过书法吗？有的话敲一个一。就这种，我们可以用淡墨色。或者是稍浓一点点，用这个浓一点墨色加一些绿，偏一点点绿。那咱们微信公众号这么多同学练过呀，玉香生暖、弯曲空间都练过，非常棒，要练，一定要练一下。哎，咱们 B 站的同学就很多没有练。要学，要学一下书法，因为你要题字嘛，你不可能只画画嘛。你要题字就是要写字了。试一下这个浓度，可以稍微淡一点点，不用太重，因为这个蚂蚱，它本来就是偏淡的。它这个颜色很淡，所以我们不要画重了。主要是勾一下身上的这些纹理啊、花纹啊等等。哎，这块呢可以带一个腹部出来。带一个腹部。把他的眼睛。这嘴巴这稍微勾一下，
包括它的腹部上面有一勾一些这种花纹。啊，再用浓一点的墨呢，稍微把眼睛这给它点一下。点一下，然后用浓墨，重一点的墨呢，稍微勾一下，它整个的立体感就会强一些。现在呢，可以再强调一点点，可以用赭石，因为后面已经干了，可以用浓一点的赭石，然后把这个翅膀再勾一下，勾一下它的这种纹理。你看，把翅膀上的这些筋再勾一下，是不是就显得这个翅膀更通透了？好，那我们拉远，我们整幅作品呢就完成了。然后再，好的，那是不是一幅作品就完成了？然后花的话是画了白色的和粉红色的，然后要一定注意要提款，然后要前印。然后呢，可以加一些小昆虫，这期咱们就有。然后十期的话也会有，往后的话，因为大家比较喜欢这种虫草是吧？喜欢的话敲一个一。啊，右上角这个是当时上课的时候刚刚上面讲解的时候画的。没事，到时候拍个照片把它 P 掉，把那块 P 掉。到时候看回放吧。看花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回放。因为上面已经讲了每一个花瓣的它的形啊，包括这种状态呀，等等，包括这种调颜色也在前期已经讲得很详细了。有很多同学喜欢虫草啊，所以这一期包括往后呢就会加入这个虫草。然后包括下一期大家如果是就是跟我可以多多的交流，想要画哪一些种类的，咱们的课程也是不断的完善的，所以不单单是大家在进步，咱们幼化也在进步，幼化的服务也在进步。抽这一张，这一张有人要吗？啥时候抽这一张？雪景是吧？雪景，哎，公开课有画了，那个画鸟的那个雪景。大家可以找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，右画的微信号是右画的拼音32，或者是右画的拼音23。画大公鸡，下一期我就安排了大公鸡，十期就有大公鸡。雪景的话，公开课有，之前的公开课有画过那个鸟的那个雪景，还有腊梅的雪景。好的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，下课啦。那这节课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有任何问题呢，可以加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，大家可以，把咱们的助理老师的微信打出来，右画的拼音32，或者是右画的拼音23，然后大家可以帮我打一下，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包括是画材的问题，如果是，你跟着公开课画了之后，想让老师看一看作品啊，这一幅是创作的，今天我画的这一幅是，创作的，是自己去构图啊，去构思的，包括这个。小昆虫这些，然后这些呢，这个呢是照片，然后这个呢也是，这个是参考的，参考了一个其他人的一个画，这个花朵的这个朝向，包括它的形，然后这个呢是照片，
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各种糅合在一起的这种创作，大家多去看一些名家大家的作品，包括多去看一些视频啊，你要画那个东西多去看一下视频啊，多去看一下图片啊，把这些东西全部去糅合在一起，结合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感悟形成自己的作品，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创作。创作呢还会到时候还会教到构图，怎么样构图才好看，包括一些虚实关系啊，对比关系啊，包括一些变化等等，这个也是在咱们的付费课程当中有教到，有讲到，有详细的介绍到。好，不管有任何问题，不管是画面想让我看，作品想让我看，或者是材料咨询，或者是咱们的课程咨询等等，就可以加咱们的助理老师的微信，右画的拼音23，右画的拼音32，千里江山图是吧？好的。好，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早一点休息，晚安，拜拜拜拜，那我就下播了。